这个黄晓明和赵薇呢，是这个同学啊。今天两个人一起啊，当然还有霍思燕，你们俩在一起，是不是专门要找霍思燕来陪同一下，怕传出什么绯闻之类的啊？一向有八卦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黄晓明有说过他暗恋赵薇嘛，是你说的对不对？那是12年前的事情。现在对赵薇感觉怎么样？还是依然很漂亮。好，我的同学也越来越帅了。好，感谢赵薇，谢谢。